我还打这个招魂宝贝吧。这是早期版本的阿珂，这款皮肤是在前段时间，可以用钻石买。他这个飞城特效和李白一个样哎，我操，有的拼。随便练习一下吧，随便玩一下。这个曹操打野，吕布是曹操。这个神力女超人已经在这个台服的正式服上线了，是吧？感觉挺溜啊。莉莉安。外科，哎我去，打野都没有打野刀啊，是什么装备啊？这应该是反刺吧？我来打野。这我这特效不错啊，这有点像阿珂的那个什么来着，这是早期版本的阿珂，玩起来还挺，你早期版本的阿珂都多久没玩了是吧？改版了，基本不会再改回去了。Let me in the buff。你个射手，不好好去打花东西，老跟我抢野什么鬼？这搞得我花费不了四级，你这射手真烦了。这下叫我咋打呀？没有大招，有大招我可以跳跃跳过去直接斩他们。哎呀，没东西打呀，这玩意儿又升不了四级啊。野怪又被队友抢了一个，只好打一些小东西了。他这个特效挺好的，可以了，去打野，不谈你们了。这个打野到十级还能补血的书，看我的大刀跳进去，跳斩，这就是早期版本的阿珂，想玩就只能在台服里面玩了。Let me in the buff。还不死，至少整体点票，反正技能也都是刷新是吧，拿个助攻啊或者拿个什么的呀。这个是寒性，那对方的寒性你没有残血，这玩意我就收割了。
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知道有兰陵王在这里，因为我的眼头上冒了眼睛，跑不掉，没办法，他队友全部下来。这个版本的阿珂好像叫半漏这种才好打，不能出全输，出全输是很容易被人切的啊。但是好像现在也没有这个版本的打了。没东西打，这玩意只能打野了，保护队友。我操，他这血人补这么快，什么鬼技呢？这玩意太溜了吧！哎，好，光宇过来顶他一下。然后我这边拿个助攻，就马上就技能刷新，多快！不好意思，我技能始终是不出来，所以说放不出来。那李光宇死了，那超人死了，应该 CD 没到，可以去打主宰暴君。慢了，啊，来来来来来了！哎哎哎哎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救命哟！我操，这像缩小版的，浓缩版的那个，可能这个回城和那个李白是不是有点像啊？那个叫什么李白剑仙那个回城，有没有点像？其实那个就是李白的凤求凰的回城特效啊，连特效都直接照搬了。那个版本的阿珂其实也挺好运的，只是现在版本，那不如直接出两个版本的阿珂，不要把它改掉。Double Q， 只要阿珂一旦飙起来，抢人头那是杠杠的。然后我现在二技能还不太会用了，现在抓紧时间打点野吧。还不死啊！哎呦呦呦，又来一个，三个，他喵的，这不是要我捉死四，没办法，一来来三四个，再强的刺客也吃不消啊。刚才那个韩信就是一个诱饵，过来引诱我去打他。打着打着，他就那个谁，哇！定住他，变身过去，二技能。那个狐狸也不错，九尾狐啊，也挺溜，还能召唤元气弹啊，那个就有点像
尿蛋跑掉了，烂了，老子这还能玩隐身这一套。这个特效皮肤还挺好用的，虽然说是在体验服才能用，但说这台服的东西比王者荣耀的贵多了。不能强攻啊，等下找个机会切他们的后排。哎我的天，他们要的控制都是残血。队友嘞，队友嘞，队友嘞，还有嘞，小白狐啊，你怎么那么慢呀，都是残血呀。哎呀，哪怕有一个人替我挡两下吧，我的天啊，我的技能刷上去就是一个一个连着杀了。小白狐你能抓得到他吗？根本没有他的速度快呀。这小白狐有点像法师中的韩信啊，可能跳。我忘了这个阿珂不能穿墙，这个阿珂和现在的阿珂版本差异就差在不能穿墙了，穿墙要靠大刀跳，挺耗费的。我就不相信你给蓝灵王赶出来。嚣张，我早知道你在附近还敢跟我玩。这边在打吗？靠，你个吕布不要在那里乱跳，我以为有人在那里。先点离一下，我擦我擦，远离一下人家没了。咱们还是早点跑，要等他们残血的时候再上。哎呀，这节奏和那个版本和现役版本的差距太大，这个打法不一样啊。现在的版本你穿到人群之中，然后开个隐身再跑啊，都来得及。这是个算是外服版，喊的都是英文，听不懂。所以学好英文，玩遍游戏，玩啥游戏都不怕啊。他这个射手还在不在？吓死我了！现在他们就是几个人，四个人。这个阿珂咋说呢？一定要残血进场。打完人，我这时候就可以再开大。打他打他打死他，帅气复活甲买一个，我怕你们开玩笑。
这波强攻上去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哇，这么多人，这个距离太短了。操！我刚想冲进去给他来一发的时候，怎么搞的？什么鬼复活？复活这么点血啊！团灭了！这复活的太少了吧？而且复活完了怎么人就打我了，塔就打我？哎呀，咋的没有血，还是要回去补点血。我没有吸血之刃好像啊。对啊，这个版本我没有给他。玩推荐装，那推荐出先出了打野刀，这个应该是雾看的鞋子，然后这个是什么衣服啊？冷却缩减这么多加百分之，要拆光了我操！不能再惊喜多输啊！所以说这波要强攻。还打小龙干啥？直接打大龙呗。这一波有机会了，他们就剩两个人，开玩笑、哦、压掉，哎，他没人了，这阿克还是挺溜的。哎，今天星期几啊？哇去，今天星期五啊，今晚又要打战队赛啊，挺麻烦的。嗯，不错，拿了一个 MVP。 对面啊、哦、白狐掉线了，掉线也这么难打？不对，后面两个人掉线了。他这个版本越来越接近王者荣耀了啊，先这样吧。